朱祖祖选总统，林正杰问候人家母亲。不要脸的东西！不要脸的东西！不可以暗示！变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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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党内换制，党外挺制，就怕立伦挺不住。挺住民众今天照常到国民党部前庆祝国庆，并声援祝祝姐。王八蛋！你娘！不好意思，麦克风的再次故障。好个消音大法，比金钟奖的下降麦克风还要快。不过挺住的心是不会被浇熄的。扯的是本人啦、啊！参加完空虚寂寞又冷的国庆大典之后，他随即赶到现场，为他的支持者加油打气。我们不要学习用非法的、不理性的方式。我们不搞暴力。相信大家都听到祝祝姐的心声，祝福哥的挺住行动都能够做好做满。祝进总统府，祝进总统府。董吉时，我们中华民国在世界上也算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。报道。